在哪来着？对，喵，哎。今天有个生日祝福 ，ID 是刺身盖饭，然后祝你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! yeah! ！还有一个叫不起个烂名字，对不起脸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! yeah! ！好，讲话题，一 H two 共同室友，二天黑请闭眼，成员轮流提问，看了一下，我们觉得。我们队有杨慧婷在，最适合的话题就是，对吧？你们想讲什么吗？为了响应杨慧婷的号召，我们毅然决定选三。集体沉默，对。杨慧婷。不是我们要挑事了，对吧？杨慧婷，这位朋友，请你保护好，这是你一生的秘密，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。是，对，谁最适合送去变形记，模仿一下可能会发生的情景？我们先大声的喊出那三个字，谁最适合啊？杨慧婷。谢谢大家来看这个 MC。对，在 H 队混到这种地位也不容易，对，除了我也只有你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我愿意跟杨慧婷交换。我是那个山村里的小朋友，我要去杨慧婷家里面感受一下。那今年你去我家好了。可以可以。那我就不用买机票回家了，今年过年。嗯，好好好。真的？哎，我好。你俩就演一个。妈妈你好，我将来今年过年将会成为你女儿的杨慧婷，我很好养，然后就是我也比仙妮乖很多。这次交换，你跟仙妮什么很多？我比仙妮乖很多。七号麦。哎，仙妮妈妈，刚才有段视频，我等会儿下台我传给你啊。哎哎，杨慧婷啊，刚刚天黑的时候发生了很。对，不一样的事情。对，米友在后面对妮子做出了，我都没干过的事情，就是不能对未成年人做的事情。我想对未成年人做的事情，还有个未成年想对我做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啊，和杨慧婷在抢着要干嘛的时候，我就说抢着要干嘛？抢着要亲我，然后那个袁一奇就在那看戏，我说。袁一奇你来，然后袁一奇伸出了嘴，然后想我说徐仁，然后他赶紧收回来，没关系，这种事情我不 care， 袁一奇我已经就是到手过了，对吧？对，到手了已经，真的吗？我之前有干过一次，就是因为袁一奇说被徐仁亲到就上天台，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把他扑倒，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按到墙上壁咚而已。你看什么样现在表情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都是我睡过的。没事没事，我跟沈梦瑶现在也不熟，对吧？瑟瑟发抖，在中间感觉自己。袁一奇也适合去变形记，现在不是会就是先去一个，然后再去一个，他们俩之间会发生矛盾。我觉得袁一奇不适合去变形记，他适合去某个雷电法王那里去电一电。饺子，我还以为你说我适合去法制频道呢。你有可能以后真的会先上法制新闻。我被杨教授电呀。不行不行，他自己都没有电，他怎么能电你呢？是吧？他自己都漏电了，那没有电电你了。对，我这一段时间都是袁一奇害的，就是需要被电一电，然后。回归到 MC 话题上，你们干嘛要扯到这种事情上呢？真的是，模仿一下会发生的情况。模仿有什么好模仿的？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吧。我之前有脑补过啊，就是先把那个 Mio 送到那种说山村那种有山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前提是我？就是你啊！开始大家不是都说了吗？就送到那种山村里面，然后就是那种大山的，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，不如我们坐下来聊这个话题吧。就是那种然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。非常非常贫瘠的土地磨平了 Mio 的棱角，然后 Mio 就是那种头发就是像枯草一样，也没有打理，头上还不乏插了几个那种杂草，然后再。
在喂着猪，放着羊，照顾着小妹妹。然后呢，某一天呢，他就已经变得很苦了，在镜头面前，这个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所有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化着妆，做的造型，穿着我们演出服，米友我们来了。然后米友就是那种土孩子的那种站在那儿，你们脑补一下是不是很带感？好惨啊！我感觉米友哭的3.0版本马上就要出现了。好可怜，别这么对他，吃着泥巴啃着树根。你不是说别这么对我吗？对对对，我觉得其实米友他不太像那种的会调教过来的那种小孩。啊，也对耶，我觉得。哎，黄晓晴，我们俩好好聊一聊呗。来自大声世界。那你们俩先聊一聊呗。对，我觉得那鱼哥你觉得呢？啊，那你别说话了。沈梦瑶，你觉得呢？我可以调个音儿。啊，你调完了没？其实啊，其实我小时候，初中的时候去过是吧？去过变形记吗？我看过，我看过好几集呢。那个时候是周几播来着？然后我还看哭了，然后还写了一个那个小学作文。就是写了我看的那集的变形记，深受感悟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的是从上海，然后换到一个甘肃的一个小农村里面的。你说上海县，你抬过头。我小时候好像没适应。我当时特别好奇，为什么家里有电脑的大城市孩子愿意去网吧花2块钱打游戏呢？我当时特别费解，就感觉不一样是吗？感觉不对，就是为了戒他的网瘾，然后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那个农村，然后他就发现那个农村没有电脑，然后他就是很难受，天天很想打游戏，然后就是特别苦。然后就哎，谁袁一奇？袁一奇，你说这个就是袁一奇，就是袁一奇，其实就是我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回来之后没有任何效果。对，只是那几周的时候不玩了，是吗？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看他们那个物价特别低嘛，然后但是他们农村那个家庭收入也特别低，他拿着2块钱去集市帮他家里面买东西，然后结果他那2块钱就买糖吃了，然后结果他回来之后就没有饭吃了，啪，然后就饿了一天。然后后来就是经过一番那个精神的洗礼，后来就回来变好了。虽然我觉得很有节目效果，是吧，杨伟霆？是吧，袁一奇？以后如果我们公司有机会跟湖南卫视合作的话，我觉得、就是、对，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，这样双赢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把杨伟霆给捧火了，对，然后湖南卫视可以做一个专题，什么什么嘉兴路 H 退叛逆偶像，为何留下忏悔之泪？什么？对，黄土高坡之上。传来什么就这种标题打出去，我跟你讲，湖南卫视真的收视率，我跟你讲，对对对，真的火了，真的火了。这个可以考虑一下。以后带话题就是社会我会解，人狠话不多。然后啊，放的那种预告片就是我杨慧琴就算是饿死也不吃这里1.5年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做那个表情包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米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应该没有什么想说的吧？米友，身为一个职业偶像，我不能在台上爆粗口，下去就可以。然后我们还会有原生态偶像，就是他也不用去什么学校，直接来台上就跳唱歌跳舞，就跟我们学习，我们会对他们很好之类的，这样也很期待。就怕忍不住也哇，那不行！假如我真的去换了，换过来那个人要被王鹿角，地位就不保了。你的不是要被王鹿角带坏了的？为什么被我带坏啊？就是，我不会、啊，你就当那个家长，对吧？家长，我不是家长，特别好。哇，那过来你要当家长，你还要给他买衣服，你要给他那这是另一档节目了。爸爸去哪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不用给他买衣服啊，因为我没有给你买衣服啊。但是家长你要对他特别好，那为什么我、没关系，把杨慧婷之前扔的衣服都给他穿就可以了。没有没有，杨慧婷的衣服都是徐仁在穿。我没有，我都是在闲鱼上卖的。你的尺码可以。徐仁的闲鱼 ID 是什么？不可以，不能暴露。就是加杨慧婷徐仁原味同款，太可怕了。都是。贫穷偶像怎么就是发工资之前最后几天就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我今天公演之前还收到了那个有人卖家拍下说未付款，然后说哎，我有一个那个有大量的就是
什么，就是他们有很多人想买我的衣服，还叫我加 QQ 群。哦，真的是加你什么 QQ 群啊？38341206。算了算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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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就是一个闲置讨论群，对，闲置卖卖嘛，对吧？就是其实就是平常首先考虑到的当然是我们 H 队的大家，最喜欢买我闲置的就是沈墨瑶了，我什么闲置都卖给他，对吧？沈墨瑶，你怎么买他的衣服？他我给他的衣服都是我堆在门口我不要了的，我去跟徐仁说，徐仁我丢衣服了，你去捡吧。然后就看到徐仁在我们门口扒，像拾荒的人一样，没有吗？拾荒的人，哎，这个适合我，哎，这个适合沈墨瑶啊，沈墨瑶给你送新衣服来了。你那哪是送，你是卖？你以为真的是他送给你的吗？是卖的，都是卖的。他还卖给你？天哪！拿我的衣服去卖给别人？啊，我这种缺德的事目前还没有干。哦，但等于说你之后想干？对，超级想。但沈墨瑶。不要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说之前有些什么家居啊什么就卖那个。那你也挺适合去变形记的，你就是农村换到城市的那个。我觉得徐艺人更像那种农，就是你去农村里面，然后他缠着你，然后问你姐姐，我说姐姐我要吃糖的那种小妹妹。姐姐妹妹好吧，她这么老。啊？我说你是妹，我说你应该叫我妹妹，不应该叫姐姐。你这么老，我叫你妹妹。没错呀，第一个 MC 我就说他地理不好，不是因为老师的问题，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。你是不是智？没有啊，没事，原谅他吧，你是我妹妹，原谅他本来就事实啊。没事，徐仁是杭州农村来的，是吧？我是郊区来。郊区。说到第一个话题，我昨天晚上还做梦梦到库玛，然后回来公演，然后就是因为库玛就是对特别聪明，就是比较容易忘事，贵人多忘事，然后就忘了公演。然后我们大家都就是又要去巡演嘛，然后就那个舞台特别像巡演的舞台。你做梦呢是吧？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库玛黑长直头发，然后锅盖刘海，然后露出的憨厚的笑声，嘿嘿。库玛是，对，要就看动漫，对吧？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沈墨瑶学一下库玛说话，感觉会很像。来一个，学一下。不是，就真有种汪峰在学蜡笔小新的感觉。没事，你一开口就是美丽新世界，你说什么话都是美丽动听的。啊，唱，你在干什么？别，让沈墨瑶唱，我们走就行了。沈墨瑶，什么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月光微亮。不能输，郝婉晴，郝婉晴不要捂耳朵，不能输。不是，我没背过歌词。郝婉晴是特别艰辛，多庆幸有你陪伴。这是英语的问题。我在邀请你唱呢。好，来一个吧。很专业的来了一句。要唱哪一段？我来一段。都可以，你最熟悉什么？你来一段。我最熟悉的是月光微亮。继续啊。这个是没有背出词，就记住这四个字。老师说都是假唱，没必要对，只要口型对的。不，不是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这么说过，他是真唱的。听到这么说的，哇，这一场声唱下来真的超累的。我就说为什么声音那么小，就是可能郝婉晴没有开麦，只是这个原因而已。我们都是声唱。对，我们都是声唱，只有郝婉晴没有开麦而已。对，因为他嗓子不好。对。我嗓子不好，所以他才就是我喊破了嗓子为了唱歌，对，然后结果还是给我喂。这就是我们一直声唱的证明。你看郝婉晴，哦不，郝婉晴嗓子都变成这样了。对，最近好点了吗？我好多了。那来唱一句吧。我都说了我是假唱，你还要让我重复第二遍？你不是？好啊，那有人要证明一下自己不是假唱吗？我。我想听关不掉。刚才沈墨瑶先说了。关不掉。我关不掉，再声唱，我再勤奋苦练。上次就上课的时候再练，然后下楼吃饭，然后广州的小朋友还说：“徐仁，你刚一人前辈，你当时是不是在隔壁唱关不掉？”我当时哦，好羞耻哦。广州的小朋友难过，但是广州小朋友不说，广州小朋友不说，但是捂上了耳朵。我家小飞飞从来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儿。没有，小飞飞还夸我唱的不
不错，叫我加油。你不要说是客套话，你不要这样。他对谁都这么说。你是不是智？我关不掉，唱的可好了。你们等着，我就开口唱一句。因为我一开口就是美丽世界，直播人数马上从4000开到2000，马上口马上就。狂喘酷炫来一句，不耐烦就走掉，结果就，哎呀，没卡上，对，太吓人了，自然收尾。哎，我说这个创意不错，可以了，不要再唱了，再唱就到不了美丽世界，直接是对，就是坠入地狱了，再唱，不要。对，那么接下来请欣赏美丽世界。